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一切万劫难遭遇。我见借万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愿解如来真实意。在一月份呢，最后一个星期天。 我讲的这个《杂无含》呢，普才出家相应，啊，是《杂无含经》啊，九部六十一经，在这一个经里面呢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有我，或是无我。今天我们。 我上一次讲了，我们要讨论这一个问题。上一次那个经啊是讲完了，在这个普才出家相应这一个短念经里面呢，就是有位这个信徒要出家，但是这一个要出家的这一个人啊。 他好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啊，一般讲啊，比较，做中国说话呢，就是总的高少的问题，就是有很多问题啊，在一般之中啊，不容易解决，或者说，你去研究去追究啊，最后啊。 不会有简单的结果。遇到这些问题了，佛陀啊都不回答。你比如有人问佛陀，有我吗？佛陀不回答。那无我呢？佛陀也不回答。 佛陀为什么不回答呢？上一次那个经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因为有些问题啊，的确在一般人啊很难解答。你比如我们讲这个世间呢，宇宙是常还是无常？世间这个有我没有我？ 这一般呢，这个当然了，这个好追究这个问题，有人好去研究问题啊，当然是值得研究。但是佛教呢，就是说，主张啊是解决现实的问题。你比如我们现实人生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困难，你需要去解决。 不要追究那个这个世间有我无我，常无常，这是难解答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不要找了啊。上一次那个经讲完了。 佛陀为什么不回答？啊，我们到最后啊，我还会讲回答不回答的问题。我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有我无我，我们经里讨论。我这个讲义上啊，有这个18个图，总共您这个经呢，上一次有4个图啊。 我们今天就是讲看这个问题，这个讲义上啊是有我拼这个号码，但是呢我们印出来了，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淡，所以在讲义上看不出来啊。我们先从这个第5个图看起，第5个图。
这个大梵天是东一地大悟的身，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个自我的小悟的身，这是它第二个意义，是东一地。
所以佛教讲的是由五蕴组成，这个外道呢
有的时候也讲，你们但是呢，他们通通就不一定相同。我们把这上面的不要，那上面的这样啊。所以叫你跟我就是说啊，你跟我单单的有个。 佛教讲了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，你没有一个佛教认为啊，外道是认为的我，又称为叫弥勒佛，他们认为存在的一个真正的我呢，又只能称为叫灵魂。 在三部五里上面听说过，它是常住不变的。这个五里定是常住，常住，永久不变的，是多一点，有支配能力，有支配大人，这是讲相对的啊。但是佛教反对这种境界，佛教主张无，佛教反对他们这种说法。 人类人类所知道的我，是由五蕴功能所产生。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离开不了这个，离开不了精神，是由五蕴啊，又称叫具蕴。前面。 其他的这个就是说，印度早期的这个大梵天，西方所讲的神，他是离开五蕴，他认为没一个道理的。那佛教讲了，不能离开五蕴，是讲了这个叫具蕴。哦，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五蕴组成。 是不能离开我们啊！离开我们就没有一个假的自我，这是。还有一个叫骨的结构，前面讲骨的结构，骨的结构就是自我，就是每一个人永永活活的一个家伙。 骨的结构是自我的意思，这是把单位的意思啊。佛教主张啊，这个骨的结构啊，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也就是说啊，人不是永永活活。我们一个人，你生存在这世界，你寿命长的，人多一百岁左右，寿命短的，身体不健康的，生下来就很快就是去世了。 只是变动，不会原本的，而是由因地起因，逐渐这种变异。啊，我们人啊，在世界上不是永久不变的，但也不是完全是无常的。佛教讲了无常。 享受，学这个世界里宇宙万物一切的东西是无常。无常呢，就当我们人，譬如我们人，最后呢，不会老死，老死以后并不是没有了。不就是嘛？无常，但是它享受。 享受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业力啊变动不行，随这个业力而成啊。这个我下面会讲到啊，是这个意思，这个他大学等于永永复复的一个家务，不。
为引用户呢，就是各种条件具合了，一样的物质性的，我们人就是，对，就存在了。引用户没有了，就分散了，分散了根本是没有。再下面。这个无我的这个阶段呢，是对人进行分析之后才能得出来。前面讲有我，我的三个条件呢，是第一个是常住不变，第二个是都有无二的，资产是能主宰的。现在我们就这三个问题啊来分析，所以分析的结果呢是独大无，不叫独大无我。就是无我这个界面呢，是对人进行分析之后才得出来的。以佛教的说法，一个人呢由五种东西组成的，五种东西讲的要比较多，就是五味，就是由五种重要的这个元素。包括物质的元素，包括精神的元素，五种组成的，这叫这五种东西呢，称为叫五味。五就是五种，问呢是问题，就是每一种元素啊，都很啊，组成很多啊。你比如我们人头发。头甚至四肢，是吧？里面还有内脏，种种不同的东西，它种种的把它组合起来。物质的它也有很多东西，这物质的你比如说包括四大元素，就是气血五风，四大元素。我们人生存，你就身体上来讲，你也离开不了这四大。叫无论，无论之中啊，论是这个，论的意思是几乎啊，就是种种的东西，同样应用的几乎很多。你比如我们人这个有五脏六腑，它并不是单一个东西就可以生存的。这一种几乎吧是可以看得见的，就是讲色蕴，色蕴就是讲物质，物质的东西啊是可以见到，只是这一种几乎吧就在一起可以看到的，色蕴的四种呢是看不到的，所谓看到的就是说我们有眼睛耳朵鼻子心。口心、身体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，每个人看到。我看到你的眼睛，像我用镜子照，我也看到我的眼睛。我看，耳朵只是看不到，镜子一照也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啊，鼻子你想看看，还可以搞起来。口心，我们的身体。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的，或者外面的这些东西，每样东西我们可以看到，你向外看，看看外面有什么，这个是分别，所以这一种东西是要是可以看到的，其余的四种，我这个是看不到，我们的感受。每一个人都有感受、感觉吧。我马上看到一个东西，听到一个声音，又去产生感觉。但是我们知道有感觉了，但是你看不到。我们只能从你这个表情，就是你表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什么心态，但是你看不到感情啊，这个东西存在。
它是一种无形的这个感受。这看不见的那种心的活动，我们这个心的一个种种不同的活动，下面一个，我们现在就讲五根。这个佛教就是从这个分一个知道五五五根，前面我讲的就是五种重要的这个啊，包括物质的，包括精神的啊，种种的这个条件结合起来，第一个色根呢，什么呢？是讲的物质。你看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事物，你看到这个事物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佛教的五色。我们讲的颜色的色，青黄赤高也是色。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叫什么呢？叫形色。因为这个身，比如说一个种种的形状，这个就是物质。这个物质是从什么地方的产生的呢？有四大所组成的，四大。所以这个色根呢，是指的什么呢？主要是指的后面的一个核心的啊，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的现象，就是种种的这个东西。三无大忌，身体很微小的东西，这都是物质现象。后面的这个色根、香根、形根、色根，是讲我们精神大脑，也就是讲我们心灵的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活动。我们这个心理活动呢，甚至那个只有一种感受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了，听到什么声音了，鼻子闻到什么味道，什么香味啊，或者香不香的味道，口里面尝到这个味道，你身体接触什么东西了，都产生感觉，对不对？有感觉不同，就产生种种不同的情绪。所以讲了感受啊，就会有种种的情绪不同。是叫受根，受就是感觉感受。这是我们这个精神活动的第一种感受。第二种叫想根，想是什么呢？想是想象。想象什么意思呢？取向。什么叫做取向呢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是这个事物的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个样子，这个样子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什么长啊、短啊、方啊、大了、小了，它有个相状。这个相状啊，这是外面的这个东西，外面这个东西啊，我看到了，我心里就起一个想象，这叫取向。你看到什么东西，你为什么会认识的呢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你有取向它的。就等于这个照相机一样，我这个镜头丢掉了，前面的什么东西我一照，这个早期用胶油了，现在都不要用胶油了。但是它可以取向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是视物之间啊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或者听到什么声音了、啊，
它取取香，而是这个香香呢，宾臣自己的醒香。啊，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，外面这个东西啊，怎么会到你心里面？你心里面就有一个想象，叫取向。有取向啊，就是整体概念。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标志，我等等，用过去的经验，这个叫做标志。前面做的用途那是哦，我认识他很久了，我们同住在一起，通常都有。马上就知道了，是具有概念，对不对？有了概念以后呢，就有名言。名是什么呢？我对他有认识这样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就啊，这个我们叫讲台，就是这样的。前面这个亲字叫亲字。结果他一个名叫什么念，以后就是要讨论他，他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性质，所以这个想象啊是很重要的。想象啊是我们这个认识处理的最重要的障碍。心愿，心愿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行为意志障碍。做心的佛下上一个名字叫做思，思啊，思想的思。因为我们这个认识在用，它是一步经一步的。西方人讲吉祥，他是要讲无思故无灾，有这个名言。这个亚历斯不是西方的这个吉祥家啊，柏拉图，他们主张有死不无灾，就是当一个人呢能够死，能够死为的时候，正在死为的这个，他叫他有无灾，对不对？不叫他这个心啊，他就是有的时候才行。这是为什么叫做思？我们人有受想思，就是说有这个心的障碍。心是为什么呢？造的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你有思想，有意志障碍，他就会使这个造的。这个事情我要去做，我不去做。就此意志这个就定障碍，现在有造大的行为，有造大就有行为。我们生活一定当中有行为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我们这个行为，或者由我们这个思，这个思，有意志就定障碍。这个是什么？受是我们的这个心理障碍，想是我们的心理障碍，心也是我们的心理障碍。这个心理障碍呢，最后的一个色蕴，色的意思就是鸟蔽，色是讲的我们这个佛教讲心色。佛教不讲灵魂的，就是讲我们人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色，就是说啊，早期的这个佛教部派讲六色，后来大乘佛教讲八色。这个色呢，妙蔽，它有人成的，在这个无明的这种心的这个受跟想跟心跟色跟。色呢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我们的心色，不叫讲嘛，这个色叫做心王，受想行叫做心所，这在唯识上讲，
这个受想行啊，是我们有我们这个心，等于我们一个人有心，然后心是主要的一个道理。但是这个心里面呢，有我们种种以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比如说这种，这是心所有的。所以受想行啊，所以受人想的心跟身份，是我们精神大有。 我们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，就是由五蕴组成，身包括我们物质，物质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；受想行呢，是包括我们一切有生行的活动。你看，我们每个人生存在世界上，是不是不停的在五蕴？再想一个多。 前面我们讲，现在再来分解，先分解物质的身份啊。身份呢，是由这个四大组成，上面用一个多，这个身份呢包括四大。所谓四大呢，就是四种最重要的元素。我们也可以说，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啊。 有太多的元素，你说几百种也可以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四大元素，是叫四大。四大元素就叫四大。四大的它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它的本质为简性，它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生存在世界，它有种种的。 就是就分这方面来讲，它有不同的性质。这个性质呢，就是巨大的，是包括紧固的，就是比较现在来讲就是固体，有紧固的气。啊，你比如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站起来？啊，因为我们有骨啦。 骨头主要是骨头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比较几个人的头发啦、指甲啦，啊，我们这个骨头，我们把它叫做比较坚固的一些东西。哎，它有什么呢？有支持的，能够支持。假如我们一个人没有动，没有骨头啊，你人就不能支撑起来。 是这个巨大的，是说坚固的物质，就是固体，比较固体。是它固体，还是那里还是有许多，还是有很多，它不过就是比较是固体。第二个大不徐大，徐大的人是什么呢？不实性，实性呢是什么呢？有物质的。 我们人前面讲啊，巨大是就坚固啊，有主要有这个骨啦，啊，有比较坚固的东西。我们人还有血分呢，我们身体很多血分，比如血液是血分，我们的小便，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分。 很多东西，人说人的生殖这种水分就是最多的，水分有什么呢？有原则上的，外面的是树木、花草，离开这个水，是不是很重要？是不是变成重要的元素？树木它也有比较基本的，你比如说根，树干。 就是这个的，它才能够支撑啊。浮大，它的本质、它的性质呢是挪性。挪性做性质就是讲嘛，就是人要有稳重的，要有移动啊，它有成熟大有。
你一个人比什么不懂的生长呢？这生下来，一个人慢慢长大了，哎，他因为这个温度啊，他使人能够成熟。哎，你看到那个我们这个，你比如说，最近台湾那个阳明山要花开，它停止能量就开，早开，对不对？停止能量它就枝开了。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生存，这个世界上离开不了温度。我们身体，你假如说一个人温度降得太多了，人就不能生存了。但一温度过了，又不能生存，对不对？我们人譬如39度以上，到40度，到42度、43度，生命就危险了。哎，你生命只要一个程度了。 生命不存在，人的手大，是代表温度，是不是重要的条件？风啊，它的本质的动性，这是流动的。我们呼吸，人不能离开呼吸，我们摸，出汗，是吗？ 寒冷就叫手缩，啊，温度它就是包括这些膨胀，它有运动的大力，我们人能动啊，是属于风啊，只是它有这个生长的大力，那个树木啊，你长在上面的就不会生长。 简单点，你没有空气也不能生长，对不对？就是风大的东西，我们平常讲四大比较多，佛家有的地方讲六大，六大老师这个地方讲六大至五大的就是孔啊。 空大是什么？内外的空气，能生长的重要的这个因素。所以内外的空气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起这个房子，要有空间，这个屋顶，你假如没有空间，我们不能起这个大地。还有呢，屋顶里面。 内部也有空间，才能容量我们的精力的，啊，在这个讲，我们人身体之中啊，也有空间。你比如说我们五脏，反正没有空，还有是有空间。没有空间呢，你讲什么都是都我们都不能动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的口腔，口腔里面吸毒，假如吸毒没有空间。 你不能说话，你也不能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毛孔之中，你看的是没有空间，但是你假如放大了，它是有空间。不过这个空间很微细，你假如放大的多，几百倍、几千倍，那个空间就很大了。是那个，这叫空大。 第二个就是四大，自己有生命性质，是没有我们，假如一个人，你假如没有性质，你就不能生存。你比如说我们人这个最后的死亡了，老病死了，哎，人的心脏啊，就是没有呼吸之间或者没有脉脏之间，他是那个心脏的，但是他没有性质，他人死了。 假如家人今天七大、十大、五大、风大了，再加上后面那个很大、十四大，就是啊，就成为了六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，离开不了六大。但就物质来讲呢，不能离开四大。
也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张标志，你看这张标志好像是孤寂，这孤寂比较多。但是灵隐九里面呢，灵隐九里面呢，或者说普贤的分界呢，除了极大很显明，里面是比较紧固啊，极圆的东西。它实际里面包括有虚分，不过虚分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标志，你看它是虚云中生标志，它里面还是有温度啊。这个胶在里面，你看到是固体的，它里面还有空气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当然要经过分解，所以每一样东西的存在啊，就物质性的离开不了四大。啊，讲那么讲，就六大来讲呢，就是包括空大性的，我们人离开不了六大。下面在这里，是强基里说这种聚合物呢，我们叫色蕴。今天我们这个分析四大部分啊，这个色蕴是指的什么呢？指的我们人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息、皮肤、毛发，这些心脏、肝脏、脾脏、肺脏、肾脏、膀胱、大脑等等，就是。我们人有，就我们身体的每个人的身体是不是离开这个东西？但是我们人有认识到的呢，我们人没有有眼睛，眼睛有眼神经可以看东西，对不对？有耳朵，耳朵可以听声音，这都起作用的，每一样东西都有作用的。鼻子可以闻香。闻到香味、臭味，佛教叫做恶香，就是不好的香。佛教也叫做香，解释不通。我们中国叫做香、臭，什么味道，对不对？印度人都是讲香是真正的香，叫做香。假如那个香啊是不好的香。臭味叫做恶香，也是香，就是鼻子闻香，口可以伤味，对不对？我们舌头可以伤味，这叫口气。皮肤我们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啊，就会你可以接触什么东西，知道柔软啊、紧啊。啊，或者说我们住的房子舒服不舒服？你接触中的外物，我们这个内部系统还有心肝脾胃肾，就是种种的这个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是属于物质的，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身体组织。色蕴呢，主要是讲的身体组织。第二个几乎我来成为个四个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你有感受，感受以后呢就产生种种不同的情绪，经常听看到好的是呼吸，看到不好的讨厌，不听话别人讲话，别人称赞我了我很高兴，别人骂我了我心里就起烦恼，对不对？种种的情绪受的只是发动诱惑，通过诱惑种种情绪，就是感受了。第三呢，这个叫想闻，想闻就是把握的趣相，就是取向的。我们看到什么东西，也写一个写外面，知道外面有外向，外向嘛，又对自己有自己的心灵。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在你心里面的，外面东西，那你心里面想到这个东西，你心里面想的这个东西，同外面的东西，仅仅是一个影子呢。但是你心里想的东西，并不是就是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就等于我们照相一样的，你照外面的东西给你照相了，你的底片，你或者你的影像，并不是就是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
这是醒的认识到了。你想想，再下一步，这四种几乎我称为叫行为，是指各种动机、欲念，就是人的行为了，欲念，是指各种认识当中，一个人呢是由看得见的身体组织，不看得见的行为活动，不叫什么？除了一个以外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实际上无我。下面这个，这个就是虚虚的有问题了，或者是佛教上是有无问题了。佛教讲以一而有也能会，一什么呢？是一力。我们人啊有这个行为作用，这个行为作用呢是从什么什么产生的？是从我们身口意。我们人有身体，有身体啊，就用身体的这个作用去做种种的事情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上种种的这个有一点善啊、偷盗啦，或者种种这个人们种种不合理的行为啦，是由我们身体去造成的。其实佛教讲了，我们善道因这是其都是由我们每一个身体去做的，是不是叫佛教叫生产力？口是业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口，口会说话，说话了可以说好的话，可以说不好的话。佛教嘛，它总结起来呢有四种，就是这个妄语、难心和口气语。所谓妄语呢，就是讲欺骗、不诚实的话，讲欺骗人的话；难心呢，就是讲一个人等于两个心都，就是不能是非。又刚才说什么？又平时说什么？两种不同的这个，就是巧不离家啊。口就是出口啊，就是粗言而语伤害人。气语就是讲很多这个话是很好听，但是没有意义，甚至是一些鼓动人心的话，巧言令色。我们口里面讲话也是我们的心意啊，对不对？是叫口意。第三种意呢叫做意力，就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呢，每一个人反复啊都是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就是贪欲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，不就是。是叫做三种根本烦恼。其实佛教讲的是以业而有轮回，佛教同是僧教讲的，僧教讲他讲了，你人假如他出于他佛，出于他佛定，人死了就是等于一样，假如他主张还有来世的就好了。僧教讲我精神为人还是为人，马就是源流主马，牛源流主牛，就是这样，他是主张这样的。佛教不是这样，佛教讲三十六种呢，是以业而有种。这个业呢，是由于我们身口意的行为，才会那种。所以我们精神啊，假如你阿弥陀多了，三道云，口里面这个。这个妄念、难心和口气语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，种种烦恼，佛教叫做阿耨。阿耨呢，佛教讲就会堕到三途。
就是说你将来的这个生命啊，你今生是人，来生呢就不一定了，来生可能变成牛马其他的畜生。那假如我们现业了，现业就是你来生可以再做人啊，你假如福报大的，而不是升到天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佛教的问题啊。讲一感恩，由业力所感召，没有轮回俗气的生活，这个地方讲就无语了。佛教否定我们人啊，就是事业生死流转，是以每个人的行为毅力而决定，并没有生活在主宰。这个地方就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佛教讲啊，没有杂财，但是有寿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没有杂财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一个人有个真正的自我。我的存在呢，只有由这无缘有缘组合而成。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，但是呢，你会受业报。也就是说有受体，什么叫做受体呢？全人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但是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啊，你会感受一报，意思就这样。你比如我们一天不吃饭了，我肚子叫得饿了，是不是？你叫得很难过。哎，你饭没吃了，要受到自省的。自我的自良心的责备，还有受国家的这个刑罚的处分。那你说我不受不行，所以没有杂财，就是没有真正的自我，没有杂财，但是有受财。于是你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，你逃避不了，一定会有报应。这个就是以业啊，所以没有生活，没有身体，里面的形式以灵活发展而是灵活。要这个发心的外表说呢，从一身平息而转移到另一个身平息；要身灵的内在说，从一个息而转移到另一个息。一波这个把身子扭转了，在下面有一个题目，用六十的波谷相持，这个就讲了轮回的问题。神教讲轮回了，他讲是原有的人，原有是人啊，有法的就是有法。佛教讲是以业力而流转，你善业多，一些得幸福；恶业多，得恶果。我们这个人啊，三十六种呢，就像个波浪啊，一波一波的，它是这样子波浪形的。是，这个前浪后浪有一个层次，它是有关系的，这是一个波浪的。如等住的隐隐相说，等住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我们点个灯，灯啊有等住。现在我们讲点灯，点灯有点好像都是一样。从前叫我们乡下有那个油灯，油灯啊有个等住，你比如用灯头或者用这个用棉布把它点起来。但是这个灯的这个就是佛教我们这个叫做帘子了，土话叫做帘子啊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新竹的或者等朝竹的，它有个
能够会少就少，会最后会少亡了。但是少亡了，你要使这个灯啊，一个一个的冲下去了，你个林子烧尽了，你再换一个林子，这个火种啊，把它固去，就是这个火啊，要想存啊。你比如说这一个火，这个民族点完了，就等于点蜡烛一样，那个蜡烛啊，它你点点它那个油就烧完了嘛。那个心也烧完了，你这个火要冲下去了，就要拿另外一个来烧，对不对？来引它。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六神是六种呢，也就像那个灯，像那个灯，影像这么一样。哎，这个用完了，我这个用这个火就供过来。你说这个火前面有后面，但是它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它有个前面的这个那招，它后面的那招又不同。所以我们这个佛教讲生死六道呢，你的前生同今生是不一不二的，它是有关系的，是像个等住的，一念相冲。这个讲生死六道呢，这个的诸天无常，生死六种啊。我们讲了，思想有就是吧，都是无常。佛教讲无常啊，并不是东西。这个外道是讲的有七个字，讲是人死了无本位，这个物质没有了就不存在了。佛教不是这样的，佛教学院讲无常啊。但是相烧，这个地方相烧吧，就像这个灯，一个灯，你这个灯，这只两种点完了，你拿另外有两种可以把火固住了，但是前面的和后面的，它是非，并不是前面的一个，后面的一个不是前面的一个，前面的一个也不是后面的一个。但是呢，想说你说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啊，从前世流转到今世，今世以这个业力流转到将来，它是相说的。是这个无常本身流转啊，就会外道是流转的课题，不是讲外道的流转是什么。这四家呢，就尽量不多。怎么样？我就下面我这个就一家呢，还有一个。我们讲这一部经啊，佛陀为什么不会带？有十四个问题，我们把它念一念，大家有个概念。佛陀遇到这个十四个问题啊，怎么回答？偶尔的会回答。其实这个智慧比较道理的嘛，我同学知道简单的解释一下。第一版的问题，因为你讲理还是糊涂，还是不了解，就糊涂不回来啊。第一个时间有长，时间无常，时间有长无常，时间非有长非无常。也就是说，这四个问题，四个重要的问题，也就是时间有长，时间是恒常存在吗？思想是什么研究？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你常做研究？你做一个佛教徒，你要研究佛家，你要听这个，你不要去什么就牛到手，就那个难解这个问题。但人家佛教也并不是不主张，因为现在思想呢研究这个太广，研究这个很多，他还是有人研究。你不研究，你这个知识不会发达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做一个佛教徒，要解决现实的问题。你做一个出家，你要研究佛学有什么东西，先要把现实的问题解决。比如人生有很多痛苦，
你不要去追究那个事情啊，宇宙什么什么的长啊如长，那个是太难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世间无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或者有常无常啊，世间是有常有无常。我看后面我观后面比较明白了，就世间常有存在吗？世间不常有存在吗？阻挡这个世界恒常存在的就是佛教觉得永恒的，不阻挡这个世界，不阻挡的佛教就是动一点生动的，不存在了就永久不存在了，世界是这样。也有就是说世界自是无常，又是不无常，这是都是很难的难的。世界非有常非恒常，世界自是非恒常，又非不恒常。关于世界有病无病，世界知道这个有，这个是这个啊，有没有病，就病是病机了啊。世界是无病，这个你在下面读啊。世间有无病，有病无病啊！世间有，世间非有病非无病啊！这就是四个东西，所以单有单个东西啊。有知识是两个嘛？是命是生，命与生，这个讲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人有生气。有心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也有生气，你假如没有心理呢，你人不能生存的。他就问这个，我们人这个啊，生气与这个心理还是一个，还是不同？意思就是这样，是这个问题。以后呢，人死后。也就是这个如来就是彻头了啊，就是彻头没头了，它死后了存在有没有，存在不存在啊？如来死后无，就是前面这个第三页了，就是如来死后是有啊，如来死后是无，也就是如来死后存在不存在的两个问题，下面的。知识感的问题，知识是无论时候有还是无啊，无论时候既存在又不存在，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。无论时候非有非无，无论时候既存在又非不存在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都是。没有智慧的人嘛，你知道解释他也没办法，而且要这个一句句就不会有答案的。这四个问题啊，可以用事实，用这个问题解答，这就是四句分句。你看我们既得到四个问题，啊，既得到极大的问题，九同十的问题，啊。生于到十四个问题，可以用四句分别去的整个四，就是每一分别起来有四个种用，有四句分别，分析一些范围，四句分析，进行肯定，肯定就是说世界有，他认为是永久的，有，长恒的，无，就是否定世界是无常的。人死如等命，不是，就是否定的现象。自善的那种爽肯定，又有又无。你说世界是，说它是有，说它是无，
准许，不肯定就是需要肯定，自私就是需要否定。你看我们的自私，无论是否非有非无，不是需要否定吗？这就是一种逼能的法则，容易说思想就是逼能的法则，用肯定否定，我们也有双否定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就是你的，有是肯定，无是否定，亦有亦无的双肯定。对于我们就是需要否定，就是这个逼能的方式的答应了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么简单，还有很多问题。我们讲肯定是 A， 否定是 B， 这个一否定，这个又肯定，一否定，双否定呢，就是一否也，一否否也。你像我们都是前面的八重点的讲，就是无论是否自存在，有否不存在，它就是这样的逼能。佛教这个是讲这个，也是一种逼能的方式啊。有这四种这个逼能呢，就是说。整理啊，就用种种不同的方式了，有辩论就有清楚。但是佛教呢，这个十四个问题了，这都大多数不会的。有了智慧高的，了解力强的，这都就解释一些，简单的解释一下。所以，为什么佛陀为什么，比如讲这一部经，为什么回答呢？因为人的这个智慧不够，你知道解释也没有用。比如这个讲啊，佛陀就讲了，我说世间假如是有我了，你就是更加执着啊有我，所以佛陀就不回答他，不回答叫你自己去想。你说世间是无我了，哎，这世间上又什么都否定了，那反而增加他的糊涂，所以就干脆不回答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